有遗憾吧，就是应该说团队非常努力，我们也感谢这么多陪打教练啊，还有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人，感谢这个排管中心给我这个机会，对我的支持，工作的支持。另外我也是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所以他们也在等着我回去。我觉得执教生涯整个来讲还是比较精彩的，我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啊，我们的球迷的支持啊，我们球员的那个克服的各种各样的伤病困难，我们也给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留念的这些美好记忆。我觉得因为球员非常努力，我们这个还差了一点点啊，我们还有机会没把握住。我自己也祝愿未来的中国女排能够越走越好。